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口诀教授并不是指许多成文的书籍，而是指短短几句在你心中当头棒喝的要义之语。见地并非仅是指哲理，而是指远离了概念造作的边界。禅修并非是以心念固着于某物上，而是指自心稳定地住于本然觉之中，远离执着。自然任运的行持，并不仅是指疯狂放纵的行动，而是指不将迷惑的感知执为实有。分别智指的并不是错误谬概念之下的敏锐之力，而是了解了一切现象都是无声的，毫无概念造作。文学并不仅是只以耳朵来领受法教，而是指切断错误的观念，并拥有超越概念心的了悟。思维并不只是追求概念思维并假定结论，而是指切断迷惘的攀执。果并非仅是只从奥明净土引起的二色身，而是认出自性本性，并于其中稳定保任。不要将语言文字误认为是法教的真实意，当下就要将修行融入自己的生命中，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佛经中教导，僧伽是清净的福田，正如善德真长经所说的，其为一切法教之宝，其为一切法门之开启者。所谓僧伽者，即是应受大众供养的僧伽。无师更胜于佛陀，无依护者更胜于法，无福田更胜僧伽，是故我供养三宝。灰心丧志及没有朋友的人，病者、残者、老者、境遇不顺或丧失心智者、贫者、受饥者和乞丐等等，菩萨应该帮助这些没有医护的人。当你将慈爱内化于心时，将会受到一切有情众生的爱戴。当你将悲心抑持于心时，每个人都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珍惜。当你心中公正无偏时，你将会远离敌意和偏见。当你的心洋溢着同理共鸣的喜悦时，你的行为将与他人和睦融洽。
当你取悦一切有情众生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三宝需要你去敬拜了。无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只做能够利益众生的事，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之故，你应该将所有福德回向众生都能得到。把一切罪行抛诸脑后，意念起一切善行吧。对怀有无上信心和决心的人而言，佛将会犹如清灵般显现。幸运的人啊，让自心与佛法相融合吧，那么佛果的喜乐将从你内心展露而出。受到信心和悲心的驱使，以正悟的心态，菩提心，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布施，借由回向和善愿来引导布施行，以远离概念的三轮来封存。怀着清净的发心，对所有清净的对象供养或布施最美好的物品，将这些回向给无上乘之圣境，并以远离三轮来封印，这即是最殊胜的回向。造作善业后，我们可以这样回向，以下两种回向文复述三次：十方诸佛与菩萨，恳请您见知加持某某人，本尊坛城的上师与本尊，恳请您见知，祈愿以某某人为首的一切有情众生，迅速证得无上真实圆满的珍贵证悟。造作善根之后，若是忽略了回向，不当颠倒的回向，或作向他人夸耀，或感到懊恼悔恨，以上四种即是造成善根耗竭的成因。我们必须以下列方式来回向：观想光芒由佛的心轮中照射而出，碰触到所回向对象的身与意，完全清净他们的罪行、负障、错误和缺失。接着，他们也变成光芒，融入佛的心轮、佛与周围的眷属，并融入无可见的根本虚空境，犹如彩虹融入天空一般。远离三轮概念底，将善根封存，如此便成为真实无上的回向。你可能拥有世界统治者的权力与威势，但是除非你掌握了自心，否则当死亡的时刻来临时，你仍然不具有获得解脱的权利。因此，去驾驭、掌握自心吧。你的色身也许像天人那样出色不凡，但是除非你用佛果的无上功德来庄严自己，
否则那样的身体也诱惑不了死魔。因此要用圣者佛的殊胜功德来装饰自己。你可能会宣称自己是大乘追随者，然而除非你能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持续不断地培养慈心与悲心，否则你就是已经偏起为声闻或独觉行者了。让我们得以进入解脱之道的成因，是保持羞愧心与谦逊心，并避开恶行。因此遵守戒律，不损伤律仪，这是很重要的。除非你了悟自心本性，否则无论什么念头也只是概念性的想法而已。除非你可以驾驭自心，否则你做的任何事也只会延续迷惘而已。除非你厌倦了轮回，否则你做的任何事也只是投身恶趣的种子而已。除非你让自己从我执对境的纠结中脱身，否则即使你理解三界毫无实质，也无法阻挡流向六道的巨流。佛果的一切善根端赖于信心，因此要让不变的信心由衷地从内心深处升起。信心能关闭通往下三恶趣的门扉，并显示解脱道的开端。一旦信心从内心深处涌现，一切善功德将会到达高山之巅。比起城市十个佛土的围城那么多的有情众生，对大乘教法具信心拥有更大的福泽。要让自己持续浸淫在大乘之根悲心之中，至于修行的首要目标，就是训练自己证得那远离概念的空性。要去获得力量和能力来度脱佛法的敌人，要像雷击一般具足威力。不要怠惰，而是要像一个头发着火的狂傲少女一般，积极又充满活力地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努力从事善行。对善恶要保持诚实谨慎的态度，注重因果业力的心要像面粉般细微，要像面对毒药般对恶行避之唯恐不及。善功德的根本就是谨记无常，因此千万不要忘了对死亡保持敬畏。在所有的概念中，无常的概念是最殊胜的，因此切莫忘失。
相信事物会永恒持续的心态，正是一切恶行的根源。因此，要把这种心态连根拔除。除非你由衷地将这无常的心态抑制于心，否则恶行将会堆积如山。从过去到目前为止，诸佛与佛子，以及诸持名者和成就者，都是因为谨记无常而从轮回中解脱的。要坚忍不拔地走上解脱道，不要执着于物质万物，不要执着地把五蕴当成自我，要了解放逸就是摩罗。要了解令人贪求的感官对境都是诡计，切莫与危机感相分离，要让自心与佛法相融合一。当下开始修行，你过去为种种无意义的活动而汲汲营营，已经够了，现在就去完成重要任务吧。你为他人而承受凡人与无望的努力，已经够了，现在就为自己成就必须的利益吧。你那些源自于五毒的无意言语和行为，已经够了，现在就让身语都转向着佛法吧。你那漫不经心的自满已经够了，现在就拿出对修行的欢喜精进吧。你对敌人与恶灵的仇恨已经够了，现在要训练自己升起慈心与悲心。现在就是让信心与精进合而为一的时候，也是成就觉醒境界或正觉的时候了。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地藏菩萨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恭诵阿弥陀经，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2点于前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感恩法会，神州中明伽蓝护法仪轨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要品，恭请湛江法师、湛通法师、湛护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月18日星期二，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复有人于如来塔以一布施，或12种殊妙功德，何等12？一、身体雍直；二、见者欢喜；三、福相光润；四、色相微妙；五、色形无比；六、身无尘垢；七、衣服鲜洁；八、卧具细软；九、得大自在；十、命中升天；11、见洁爱净；12、速证圆寂。如是功德，施佛衣服或汝时报。若有众生奉施衣服，得10种功德：一者，面目端严；二者，肌肤细化；三者，尘垢不着；四者，身遍具足上妙衣服；五者，微妙卧具覆盖其身；六者，具惭愧服；七者，见者爱敬；八者，具大财宝；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是名奉施衣服得10种功德。若人以衣施，彼得生爱乐；或色相端严，具惭愧衣服。好施衣被者，施蚕好容色，心善人乐见，
快乐得所欲。昔以好衣服，施与有德者，后世常好雅，光润色若金。施衣得惭愧，神仪高圣尊，人相悉具足，读者莫不欣，其身常安隐，心事很喜欢。与衣裳者，得好妙色，世间敬爱。若富有人，布施鞋履供养僧佛，功德有时，云何失众？一、威仪示范；二、相马无缺；三、行道有见；四、身无疲乏；五、足步无损；六、离荆棘沙砾；七、获神足通；八、仆从众多；九、升天自在；十、速证缘寂。如是功德，鞋履布施佛比丘等，或如斯报。若施于鞋履，供养佛僧等，游行得安乐，常获车骑乘。若有众生奉施靴履，得十种功德：一者具足妙称；二者足下安平；三者足肤柔软；四者远涉清见；五者身无疲疾；六者所行之处不为荆棘瓦砾损坏其足；七者得神通力；八者具诸吉时；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是名奉施靴履得十种功德。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